们这就是他们的第二蜂场啊。这边这种格子箱是他们定制的，给别人定制的蜂巢蜜，这些我都不得要，格子箱我都不得要，我只要这种老巢，后面的格子箱我也不得要。这边也是100多盒啊，只有70多盒老巢，30多盒格子箱。格子箱今晚不得取啊！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取这70多盒老巢。你给我干死我吧！弄完的话，应该是有接近2000斤蜂蜜啊。上面取了16桶。来进来了。之后马上又要上山走张大爷他们家去，我是48小时，哎，应该是72小时连战了啊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朋友们，太不容易了，真太不容易了。朋友们，现在第二个蜂巢我们已经取完了啊，这正是我的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桶半，嗯，一共取了9桶半。啊，这取了9桶半。9桶半，8、9、7、2、7、50斤。我们10桶。有10桶是吧？嗯。哦，10桶。现在那个大。10桶800斤。你这个一百斤过滤85斤嘛，嘎，差不多。
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取下来的，水米啊，直接水米都不要，直接放在这儿，明天让那个蜜蜂吃啊，吃回去。这个马上就要盖了啊，把它盖了之后，我们今天两个蜂场，今天的弄得好哦，两个蜂场一晚上直接搞定。今天晚上真的快，速度真快，人多就是不一样。但是这个蜂场150多盒，这个鸽子箱30多盒我没要啊，鸽子箱30多盒那是人家定制的，所以说我没要，我全是用的这种老桶，这种老巢。现在4:20，现在都得准备往下背啊。这个有点危险了，它跑出来，跑出来了，是不是要冷一冲在后头？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就不背了啊，明天继续背，就背了这么几桶。不背的，明天要背的了。在他们农屋里头。这下来一桶、两桶、三桶、四桶。九桶。才背下来9桶。不送。啊。75。平均有没有75？平均74。平均75。你暂时来动工来打包，知道吧？哦，现在开始过滤了噻。这刚刚又好，过家伙。热乎乎的蜂蜜。它出来鼓着。哇塞！中午把那个窝儿那个小架子给我拿两个来哈。哇塞，看多安逸，这个糖。你再等3分钟拍。3分钟拍。哦，它一到处就是一根线。它现在就是一根线嘞。它现在只是一个，它都在躺啊。哎，一两个它都在躺。哇塞，朋友们，快看，这个多安逸，这个糖嘞。自己搁到高高。我这搞，我说这个搞啥？哟，这个三个，哦，就是这么高，带两个的。哦，你可长得好，我带两个。带两个桶。我还不管了，就是坑子。我哦，那我这么高的，我这我带两个，这么高带到。从昨天下午4点啊，一直熬到现在，现在已经是天亮了，马上7点了哈。今天这个通宵又是一个通宵，
吃完早饭马上又要步行六个小时，又要去张大爷他们那个地方。啊，这两天真的是太忙了。吃早饭啊，早饭吃了，继续出发。哇，好香啊，朋友们！一开这个门特别香，他们全部已经背回来了啊，全部背回来了。好爽哦，这些人。嗯。朋友们，从昨天下午四点啊，一直到现在中午的11点钟，一共是28桶蜂蜜，全部弄到这个屋里面来了，好牛逼吧？这个速度太快了，人果然是人多好干活，特别特别香，这个蜂蜜啊，特别香。按照原计划是早上6点钟啊，我就要准备走张大爷那山上去取蜂蜜的，由于临时决定啊，熊姐他们也不准备上山了，然后就准备，我们一起啊，过来先把周哥这边的蜂蜜全部背下来，我们下午一起上山，今天晚上继续在熊姐、张大爷那儿他们那儿取啊。哇，你看好多人帮着背蜂蜜。拿个你酒。这个味儿，我天。我来，我们不管。你先打小时候。我先来。爽歪歪。你别说了。